今天上午然后去取个快递，快递站明天要放假，快递站都要放假，你敢信？哎呀，哎，忘拉车了啊，不过没多少东西，一大早就起来赶快把快递取了。哎呀，没关没关，门上写着今天放假。好，今天没放假？放呀，放呀，你帮我擦一擦，四个半的，还有啊，哎呀，好嘞，三个快递。好了，何须拆箱，这是过年前最后一批快递，因为快递站要休息间。啊，这个，我们来拆一下包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这是，哦，这是我们那个扫地机器人的滤芯寄来了，我都忘了我买的这滤芯，这是，看一下，啊，这我买的巧克力酱。嗯，我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 Oakley 的，这 Oakley 的什么？我们的镜片到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啊，这么快？我们这是另外一滑雪镜，因为上一次去滑雪的时候把镜片刮花了，我看是不是镜片到了？果然，就是镜片。看一下，哎，就是。镜片到了，我们到时候想办法给它换上去啊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，这护脚超出我的想象，原本是给那个墙买个护脚，没想到它这个这么小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么一点点。我们到时候安上去试试吧，因为年后我们可能就要这个重新修复那个地方，所以螺丝钉肯定不能打，就用这个胶。用这个胶粘一下吧。先看一下我们那个雪镜，为什么要换它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很深的一道划痕，这个应该是在这里边瘪着呢。这个镜子其实比较好往下搞，这个拿下来了，但是这个镜片看明显这划伤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换一个上去。跟我们这个原来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要每一个卡子都要卡准了才行。搞定。哎，好，镜片换上去了，一个全新的镜片。擦一下。我还很喜欢这个，所以这个划伤之后啊，我就给它重新换了一个镜片。完美。看一下这个墙角，这个它要不扯这么大的话，其实这个还是可以的哈。来放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是刚刚好，但这边凸出来一些，这个很尴尬。我们先看一下吧，这个放在这儿好像也，太小了。我当时以为它是有这么大呢，这没办法呀，它只能就先放在这儿吧。啊，先这样放着，我想想，这样大小不合适，粘上去也很。墙护脚还是要买个大一点的。奥斯卡的吃饭时间，等会儿我们要给他洗个澡吧，晚上。家伙现在脏了，宠物店约不上了。到了年底啊，都很忙。这袋吃完了。吃吧，我们去给他换桶水去，水也没了。后来天气真不错，因为我们昨天是年前最后一次销售，所以导致这个啊订单爆多，所以工厂又放假，人手不够用，今天要去发货。忙完这会儿，这一会儿这几天，我们就能哎呀休息了。过年了，他
看能看。给。嗯，我这挂倒啊！我的天，靠不靠谱？靠不靠谱？现在我们开始准备发货，看看，这就是昨天的，我的天！这个工厂也放假了，所以没什么人了，只能是自己来了。我们等打，把标签打印出来，开始，又要开始留一会儿。每年我们用这个打印这标签啊，都要用好多，不过还好这纸是顺丰提供的。打印机是我们自己，这猛发货，尤其快到过年的时候，特别不好发，发货的人少了，然后这个快递站呢，也没几个人，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，快递站老板自己发的。我们发完货回来家之后呢，原本是要给奥斯卡要洗个澡，刚才刚要打算洗澡，发现他这个，屁股在流血，来过来，过来，来过来，奥斯卡。所以呢，今天整个过年期间，他又不能洗澡了，这个只能是这样黑着了，没办法。这个太紧了，哎，得紧点儿，因为他紧的连乐一会儿就掉了。好了，哎，刺的。看看我妈在给我们过年在准备吃的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地方的一种小吃，叫类似于馓子的吧，是面做的，然后用玉米油炸，这是咸味的，这是甜味的，还在的还在炸，还有这一锅是卤兔肉，卤肉，嗯，好香啊这个。嗯，哎，这就是那边的这个小面片，看起来往里边一放，炸的就鼓起来了。这个是甜的，炸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炸差不多了，颜色倒出来。啊，我爸刚刚回来的时候又去买了盆花，这个花好看啊。这过年的时候家里边就是得有红红绿绿。哎。小卡子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现在就开始做我们的晚餐了。蟹，今晚就吃点螃蟹就好。这些东西都是给过年准备的。我们还做了这个腊八蒜、腊八醋，到过年那天刚好能吃。嗯，这就是老的兔子卤肉，兔肉，看着就。很有食欲的样子，这个汁儿可以留下来，什么煮个鸡蛋啊之类的，对吧？弄点豆腐干啊啥的。哦，在家里边吃个晚餐吧，好久没在家里吃饭了。今天卤的兔肉嘛，然后炒了个青菜，吃蟹，当然还有醋，顺便喝一杯。看看卡子，这等着呢。